那已经有人了，我们就不能正常说说话？是，院长。下午有安排吗？没有。正好，我这儿有两张下午场音乐会的门票，你陪我一起去。好，知道了。 王医生最近和院长走得很近，不关你的事。医院都在传，院长女儿看上你了。我了解你，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前女友很可怕，特别是伤过你的前女友，特别可怕，对吗？ 谢谢。我很想你。 好久不见，会吗？前几天才见过。是哦，可是好像隔了很久了呢。院长到了吗？哦，爸爸他今天临时有事情，所以不过来了。演出快开始了，我们赶快进去吧。听爸爸说你工作很认真，什么少，带我去参观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啊。这个。 拍张照吧，不是刚拍过吗？上次是误会嘛，而且是录像。来嘛，我们一起拍一张。